在 Excel 里面处理资料库的事情哦，哎，这样就变简单了。不然的话，如果说你今天叫你去学一个 SS 固然还算简单的，如果叫你去学一个 SQL Server 或 Oracle 的话，你可能头就大了，而且这些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。另外还要学一些什么 SQL 语法，那对一般人来说，那更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呢，如何在 Excel 里面呢，也可以轻易的做到类似这个资料库需要的一些动作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需要它的这个东西，第一个哈就是它的编号，这个的缩写，跟这个的式码，跟这个减这个再加一天，总共住几天，再加上它的 first name， 好，那把它串接起来就是它的 booking ID。那当然有的时候你看到四个哇，你头就大了，不过通常是各个急迫，不用急，一个一个来、哦、甚至你如果你实在是不会做没关系，你可以在这边插入四个栏位，全部做完之后再慢慢把它复制贴过去也可以啦、哦、如果你的这个可能你的动作没那么快的同学，你可以在旁边再插入四栏、哦、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我要利用它去查表，查什么表？查这个对照表里面的第二栏缩写。那当然，如果早期不知道的话，你可能就是查到它，把这个复制贴过去啊。不过当然这不是好方法哦。那第一个，插入函数里面，找到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value 函数。那接下来 look at value 要利用这个全称去查什么？F3 那个叫做 hotel 的 detail， 按确定，好，第几栏呢？第二栏，那要比对方式输入0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帮你在这里面查到缩写，按确定 ，and 再串接什么？串接一个这个 minus 符号，好，然后再 and，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？它的 check， 应该是 check in 哪一天 check in 的，哦，哪一天哦？但是我不要年，我只要月跟日，所以呢 check in 放进来，打勾的话，它当然会变成这样。可是我只要四码，而且是要只要什么？只要哦，那个就是说哈、哦，这个当然是，距离1900年1月1号有多少天呢、啊？不过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啊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把它格式化成月跟日，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哦，请你在第二的前面加上一个格式化，叫做 test，